10月28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逝世7周年忌日，霍家后人分别前往扫墓祭祖。上午10点半，掀起家族争产官司的霍振宇现身祭拜亡父，在墓前进行简单的拜祭仪式后，和儿子一同离开，还报以微笑跟传媒示好。提到争产官司，霍振宇只笑不语，请传媒慢慢追看下去。霍振廷与儿子霍启刚、霍启山上午11点半现身，而霍启刚的国宝妻子郭晶晶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都没有同行。问到会否为霍家第四代的儿子举行百日宴，霍启刚坦言还没决定。你好像美国冬季我们不用寄来你们都知道，我都管不到你们会在这里。这个问题快点要去冬季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我很快登记了就会告诉你的。这个不是搞百日宴啊？你哪里啊？至于谈到争产官司，霍振廷不做回应，只想家和万事兴。